我负责先打掉炮楼上的机枪手，攻克炮楼。我带领新大队负责据点的其他敌人，解救劳工百姓。动作一定要快，20分钟解决战斗。 伤员送走，安排警戒，掩护老百姓撤离。是是。乡亲们，别害怕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是专门打小鬼子的，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部队。我们打据点啊，就是为了消灭鬼子，不让他们在咱们的地界上横行霸道、胡作非为。以后啊。 还请乡亲们多多支持我们八路军，早点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你们把头抬起来。 你们之前的所作所为，我们八路军不再追究。 不过从今天开始，谁要还敢给鬼子做帮凶，我们绝不轻饶。记住了，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。谢谢八路军长官。
我们一定改邪归正，往后不再跟小鬼子做事。不敢了。我们八路军说到做到，你们也要说到做到。是，一定。走吧。走。乡亲们，跟我走，这边。报告指导员，我们来归队了，还有什么指示？我都离开连队半年多了，还叫我指导员呢？习惯了。见到分区首长们，替我问个好。祝同志们多打胜仗，杀敌立功。是。走吧。走。この少佐、我が国軍は全滅しました。畜生、八郎の仕業に違いない。山子の八郎を廃止をするよう中佐に提案しようか。でないと英治皇帝が邪魔される。少佐のお提案を支持しております。片付けろ。すぐ手出だ。はい。小姐，哎，真的？那这么说的话，他可是救过你两次的救命恩人了。没想到上次也是他，那他可真是个大英雄。小姐，那咱得好好谢谢他。小姐，嗯，怎么他就找不着了？你仔细找了没有？掌柜的，镇上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，可就是找不着啊。你赶紧的，再给我出去找去，找不回来你也别回来了，赶紧的，快点。